萨道的这个三个要素，是信、愿、行、行我们都在做嘛，所以行的部分比较没有问题，但是信跟愿、不容易。上人说、以毁西除，即得入于实质之中，入实质才能见实相，所以见思过不解，大法难投。上人讲的，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法执在了。